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山东电视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男子团体第九轮，山东鲁能在主场济南奥体中心的东河体育馆对阵霸州海润队的比赛。在现场担任这场比赛解说的是马骁阳和董平生。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山东鲁能这个对手啊，排在目前乒超联赛积分榜的第八位，一共十个队排在倒数第三啊。前面的成绩呢是两胜六负，两胜六负啊。这个对手我们也是看了一下他这个大体的阵容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结构这个构架是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嗯，最小的是这个年龄最大的应该算是这个队中的翟超，也是1992年的了。嗯，像现在和张继科打的这个范胜鹏更是1994年的，可以说这都是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后备力量。嗯，今天的对阵是这样的啊。嗯，第一盘比赛呢是这个张继科对范胜鹏啊，哎，这个肖阳呢也算是这个圈内人士了啊。我们在这个介绍对阵之前先插一句，来了以后就当个笑话听啊。来了以后呢，一看说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是吧？对。再一看这个对阵，今天张继科呀，好帅呀，方博啊，是吧？博尔都没上，是吧？但是张继科还上了。方博和这个郝帅也要登场，但是呢，鲁能队里头其实还是有些年轻队员，还有几个像这个吴昊啊、刘丁硕呀、魏世浩啊，三个开玩笑说，其实该用这些年轻队员出去跟他们打打就行了，是吧？对。但是也不能说不尊重对手，也不能小瞧对手，对，不能小瞧。哎，毕竟这些年轻这个队员虽然稳定性技术上可能差一些，但是他们的这个冲击力啊是比较强。是啊，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就3-0直接拿下了。对，咱们确实是，说句这个通俗一点的，说有点什么杀鸡焉用宰牛刀，是吧？有点这种感觉。好，具体对阵这样啊，张继科对范胜鹏，方博对梁靖昆。然后第三盘双打，方博好帅对翟超和程静琪。第四盘单打，张继科对梁靖昆。第五盘好帅对翟超。还有第四盘和第五盘吗？这个今天的时候鲁能也是这个没有让这个波尔上场，没有让波尔上场呢，也是让这个方博打了一个这个二单。打了一个二号单打，还有呢就是让这个方博去和郝帅搭配一下这个双打组合，毕竟这个张继科和这个郝帅搭配的这个双打组合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因为虽然两个人的单打实力都非常强，但是配合起来双打之后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在就是上个赛季方博没受伤之前呢，方博是一直是和张超配对的这个双打，并且呢这个效果是不错。今年呢看看他和这个郝帅，我觉得是其实是今天比赛的一个重点，看看他和郝帅配的这个双打呢有没有一个这个有好的这个开始。关键问题呢还是有一点，就是看看对方能否给的这个压力足够的大。对，第一个出场的这个海润队的范胜鹏啊，嗯，是一个直板两面打，是吧？对，直握两面打。对这些年轻选手也确实是不能小视。你像这个八一队的这个樊振东啊，还有这个徐晨浩啊，徐晨浩这都是例子，是吧？中国乒乓球人才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搞不好前浪就被拍在沙滩上。对，其实要是这样一看的话，第一局现在是6-6，可以说呢这个第一局这个对方这个队员范胜鹏呢咬的还是非常紧，并且打起来你看也是非常有冲劲儿。对，直板的选手啊，我觉着都很有冲劲儿。对，是吧？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直板的时候是没有练这个横，就是横打之前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单面进攻，就只能用这个正手拳台去进攻，所以说呢它的步伐包括冲击力肯定强，稳定性是差的。嗯，哦，8-6领先张继科2分了。对，其实这个对方呢这个出现的这个状态出得很早，出很早呢其实这个事儿关键要看他这个后劲儿足不足。嗯，你可能你出了以后被扳回来之后就没有后劲儿了。嗯，所以说对这个年轻球员呢，这赛前估计杀鸡焉用宰牛刀，没准打着打着就成了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因为两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嗯、你像张继科和他打的话，肯定是抱着一个肯定很稳很守的一个心态去打，对方呢是完全拼的心态。如果换上我们鲁能剩下三名队员的话呢，同样也是一个拼的心态去打。其实这样心态就是对等的了。嗯、但是现在打的话，目前心态其实是不对等的。对，如果要人家赢了呢，那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从基本面上来看呢，不过说，确实这个对儿哈，嗯，既然你都不认识，按说应该是，确实是一些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将。对。当然的话，小将上来的话，拼劲比较足也是，嗯，关键球的把握上还是要看一下他是不是有这像张继科，包括这些老运动员的这种经验。嗯，就从现在开始就行，9-8是吧？快接近胜利了。看看，哎呦，这个被迫退到远台之后，这个直板，尤其是直板横打，再想着把球稳定的拉过来就很难了。对，而且张继科在这个对拉过程中拉的这个球的弧线都是非常的低。嗯。9-9，张继科发球。对，这样的话，第一局其实张继科手拿两个发球权，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好的。就你在这种关键时候拿到发球权，你这种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没有经验的运动员，他就差的很多。他其实并不是在技术上的，而是在一种心理，还有一种长期以来的这种经验所致的一些东西。漂亮了，11-9，张继科拿下第一局。其实第一局比赛总体来说啊，我认为是很轻松。嗯。为什么很轻松呢？一开始张继科啊在前半段包括中段，嗯，一直都是打得很放松，嗯，就想试试你，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力量啊。现在就好像和咱俩背手腕一样，我上来我先不发力啊，我就想我手腕一直在那儿，想试试你到底使上全劲儿有多大的劲儿。嗯。试到了之后，接着啊，我全力一掰，接着你手啪就倒了，嗯，一个道理。其实对手还是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就是这种小球方面，因为这个直板运动员其实他打相持是不占优势的，对，像马林一样，就那种小球，就咱们之前转过那种，像小球比较关键，嗯，但是像这种运动员他现在大球有了，就对拉相持都有，但是这种接发球之类这种小球还是比较粗糙。嗯，继续来看张继科和这个范胜鹏的第二局的比赛。就是你看这些吃了一个发球，就是这种接发球小球处理上，其实这个直板运动员应该都是抠得很细，并且呢控制的落点旋转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对手这个小球方面还是比较这个薄弱一些。嗯，你看这种球它都是比较差。嗯，就大球打得都不错，所以大球就是这个相持啊，我拉起来什么的，这种长路球都打得不错，但是短球呢没有发挥出这直板该有的特点。漂亮，张继科3-2将比分超出。哎呦，在这个对手接发球现在是没有办法，就没法控制住，张继科拉过来的球明显要比对方质量强很多，再加上对方接发球的这个质量很一般。嗯，这个球我感觉打到4-2之后，这个比分啊就能已经能被张继科差不多能拉开。对，
其实这个对手啊失误比较多，第一失误比较多，第二个是主动上手意识也不够。对于这种如果拼着张继科去打的话，这种战术确实是不是很应该有的。嗯，这个队儿可能大家也比较陌生哈。嗯，这个队儿按说今天和鲁能还真是从这个俱乐部的层面上来讲的话哈，嗯，还是比较相似的。因为他是什么呢，他在这个河北霸州市区西北部啊是争了一块地，嗯，投资2亿元啊，霸州海润集团征地280亩，结果建了一个现代化的乒乓球训练基地，还是这个摊子也不小啊。对，也有可能就是这种上来就启用年轻运动员的话，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要培养后备力量，一步一步培养起来，培养属于自己的这个队伍，还有自己的这个队员吧。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找一两个有经验的老运动员，这样一带就是带路呢，其实效果会更好。嗯，你像这个鲁能今天出场的队员也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哇，鲁能乒乓球俱乐部出来的。对，除了好帅之外，我再说张继科和这个方博，对，哇，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8-5。对手失误很多，而且都是主动失误，而且在接不好发球情况下，这个球其实基本上就已经预示着这场比赛就结束了。9-5。其实感觉啊，这个对方对于张继科啊，就范胜鹏对张继科还是挺怵。嗯，就是说他并没有，你看似他这个不管是吆喝也好叫也好，其实呢他心里头他并没有真心的，就是心底里需要拼他，他还是对于张继科很怵。嗯，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打球的时候啊，是有的时候是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像张继科就有一股这种不怕不服输不服输的劲，哎，就是说不管你是谁我都敢去拼你。嗯，那有一些人他性格中不具备这种条件。嗯，就你看见强的之后呢，你会想着哎呦我就是打不过他，就好像我已经还没打之前就认输了一样。我觉得现在对手打的就是感觉一点就连这种拼的这种机会，就是连勇气也没有。按说运动员都应该有个不服输的劲儿，是吧？对，也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张继科这个第一局的时候我先试试你有多大手劲儿，结果后来一使劲儿把他给赢了。对，他也能试出来啊，他也知道对方手劲儿多大，所以他可能第二局有点泄气，就知难而退，是吧？他第一局上来冲得挺猛。对，哎，他本来以为能强点的，后来发现哎呦差得太远啊，有可能是这种感觉。啊，不管怎么说吧，是吧？能有一次跟高手过招的机会，就是应该全力付出。是啊，去好好的学一下。也是用尽全力之后呢，也是能更客观的找出来差距，然后在这个后面的训练还有比赛当中呢，能这个更有针对性。嗯。好，这个球打得不错啊。对。张继科有可能会这个给小兄弟哈。对对，当然这一局开局的时候，张继科就像第二个球打的就是比较放松了。嗯，对对 对, 对，这局有可能是让他多施展施展。对，不能把这个别人的信心啊全都打掉了，就是年轻人成长也不太有利。对，就好像那一次在主场咱们转8-1那场比赛似的，当时张继科把这个樊振东打的是这个3-0战胜，并且呢比分都比较大。对，后来说张继科在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呢，就像一个大哥一样，然后主动当时就搂住樊振东，然后就给樊振东说一些就是关于他两个打比赛的一些技术战术啊，一些什么包括心理上，也是给樊振东做一些的这个调节。嗯，感觉到其实这个后来这样感觉的话，张继科就是说其实他不光自己赢了，他还能帮助，虽然他和樊振东并不是一个对俱乐部的这个队员，但是呢他还是会帮助他。对，他还是会帮助樊振东成长。这时候是这个客队叫了一个暂停。嗯，
能看出来，这个范胜鹏呢，今天好像这个膝盖上啊，右腿的膝盖有点伤，上面还贴着这个叫这个胶布啊。对啊，它是就是有点这个收缩肌肉的这个作用。第三局现在张俊和还是4-2领先2分。其实今年总体来看的话，张俊科在这个乒超当中的发挥啊，比去年要好很多。嗯，今年发挥也比较稳定，并且呢，对于这种强敌也都是这个连续是战胜。包括对八一队，包括对宁波队，这些队都是张继科是单人个人来说打的是非常的不错。嗯。第三局现在是4-4了。这个张继科和这个范胜鹏其实两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你看这个张继科在这个拉球包括在相持中他是有过渡球的，所谓过渡球呢，就是说我打过来这球不一定是很冲力量很足的球，可能是轻轻拉过去的，但是角度落点什么的都不一样，就是节奏上也变化，但是往往年轻运动员会什么，他没有节奏上的变化，他就是一直我猛冲猛冲猛冲，对，就是要不然就是稳嘛，就是一直稳稳稳，他就不能在这个稳和这个冲之间呢就结合得很好。嗯，他的过渡球就是在等待机会，对，等对方这个出现一个漏洞的时候好一招制敌。对，再一个呢也是通过这种过渡球呢来调整自己下一盘，再调整下一盘，就是有点控制对手的意思。对，控制对方回球落点。是啊，你看对手打的主要是进攻赢的球全都是使劲冲，没有说我轻轻控制节奏，我吊你一把拉你一把，这个样节奏有个变化，就有个快慢的变化。对方就是偷袭了个长球，然后呢也是张继科步伐有点慢，显然就是没有这个提前的做好这个判断。嗯，8-7张继科领先1分。对，你看张继科现在拉着球明显都是很稳的球，对手呢还觉得这个球很冲，其实但是他对手一反拉呢，其实这个连球的点都没有卡准。嗯，而且这个对手的防守啊是非常差，三局啊我感觉这个球就没防上几个。嗯，就是张继科拉的也不冲吧，然后吧拉的挺稳，就是要不然就没卡上点，要不然就是防不上。嗯，这样的话张继科呢是直落三局，以3-0战胜了范胜鹏，赢下了第一盘比赛。对，三局的比分分别是11-9、11-5和11-7。
这个第二盘的比赛啊，今天晚上的第二盘比赛是方博出场了。那么方博呢，也是在波尔来了之后啊，好像球打的也比较少，是吧？对，方博一个是上一个赛季打了不久之后，然后就是这个受伤了，受伤之后赛季就一直就是去做手术了，然后一直也是没有打。这是今年应该是主场的话，应该是看到方博第一次上阵。他前面都打过。哦，前面也打过。那个、打许昕那次。哦。打上海君瑶3-0。哦。3-0呢，然后这个哦对，第一上来第一盘就是方博对方博队的许昕，是。当时咱们说嘛，是吧？哎呦，说这是有难度。但是如果方博今天要是发挥好了，把许昕办了，就3-0。结果那天果然是吧？方博对啊、哦、是，但是。后来的时候方博一直没大上，就是方博发挥的不错，但是后来的时候也是一直没有太多的机会。那天正好那天咱们做的那个就是鲁能乒乓球当日对对是方博、哦、对是对对那对方博那天对3-0赢了这个许昕。后来这个他到这个台里去找谭立南，然后我在电梯里还碰见他，跟他开玩笑、哦、我说你看我们给你做个片子你就打那么好。对，但是后来方博的时候就是一直感觉就是没有这个后面几轮就一直没有上，就波尔回来之后也是、嗯、对，其实一直没上。对，其实应该还是多让这个方博年轻球员多锻炼锻炼，再加上方博的话我感觉他这个打单打和双打都不错，因为方博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全面。嗯，那么第二盘的比赛呢是方博对梁靖昆。先来看方博和梁靖昆的第一局。这个梁靖昆是1996年10月份的这个选手，真的是很年轻、啊嗯、其实这也是给方博一次很好的这个施展自己的机会，让这个郭导也看看这个方博其实球啊绝对也不比这个波尔啊不比郝帅差、啊，哎呦，打梁靖昆这还叫机会、啊、不是，这是展示一下自己吗？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嗯，这个赛季有对这个许昕那场球啊，对，我觉得已经是最好的展示了。其实方博真的他年少成名啊，对啊，完全应该是在成长起来之后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而且这个方博其实是非常有冲劲，打起球来他其实他和这个他比这个，我认为他的这个球啊比波尔这个威胁性要大，因为波尔就咱们上一次看的时候、嗯、波尔他打球啊他都是比较稳、嗯、你看方博这种球方博就明显打得很冲、哎、对，我说打得漂亮啊，对，就是咱们这种中国这种顶级运动员打乒乓的时候，他其实现在慢慢的包括年轻运动员他不害怕这种波尔的稳，但是其实都害怕像这种方博这种冲劲比较强的这种球、嗯，现在方博是5-0领先梁靖昆。6-0，这是提前啊，5-0，5-0，嗯，提前预测了一分，提前预测一分是吧？对，看看这个球，6-0，6-0是吧？再提前预测上2分，8-0，这有点太吹了哈，这样不大好。对，但是怎么说呢？之所以我们能够这么轻松的在这儿聊，对啊，也说明确实今天双方实力差距非常大，而且今天就是方博上来这个比赛状态是非常的好，而且进入比赛速度这个非常的快，嗯，所以说这场球上来打成这样也不意外，也是很正常的一种体现。嗯，现在比分是6-1儿童节啊，好球。变成了7-1。马上就到了党的生日了。哎，7-2，一个运气球。其实第一局啊，把这个分数尽量打大比分了。打大比分之后，对于
对方这种年轻运动员，这是基本上就已经心里啊就会产生崩溃。其实他比赛之前肯定也想着，就是运动员正常比赛之前都会想这个，他会想这个，其实方博球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拼命他其实球都是有机会的，但是你打到这种8-9，一下子就把你在赛前就是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呢就彻底给你打击垮了。对，哇，10-2。11-2，方博也是很轻松的就拿下了第一局比赛。对，今天晚上这比赛呢是8:03开球，现在是8:31。对，也就是说打的是这个非常的快啊。昨天像昨天那个女队的话，李晓霞，那个不是陈梦和这个，对，甜甜，陈梦和这个刘诗雯，那场球就光打了那第一场就是他们的比赛就打了将近要1个小时。对，最后是一直打到这个第5盘，是不是？对，是到了这个顾若晨出场。顾若晨对于对方的这冯亚兰，对，最后战胜了对方。而且当时后冯亚兰一看那架势跟假小子似的，觉得顾若晨可能，没想到，哎，顾若晨好像也有绰号，就叫他，也是跟以为有个小男孩的这个样啊。对，所以顾若晨也没怵他，关键时候证明还是靠得住啊，是啊，能顶得住。终于帮助鲁能拿下，那是女队在这个赛季主场首胜，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比赛，这是方博对这个梁靖昆的第二局的比赛。当然就对于方博同样来说，方博也要把就是第一局的胜利要忘记，然后呢因为第一局感觉太轻松了，第二局也不要有放松。不要放松呢前提就是在于就是把这个开局的前几个球抓好了，然后拉开分差的以后就是对手啊就不打自垮了。就是今天看了这个范胜鹏第一场出场呢，还有第二看梁靖昆呢，都是感觉他们其实这个自己的无谓失误啊比较多。就是说其实你看其实并不是说张靖昆那场球包括方博有点冲，其实说并不是有很多球是主动把他们打死的，都是他们自己失误的，还是年轻队员这个缺少经验，就是自己失误太多。哦，这个球打得漂亮，但是拉球质量确实还是方博过硬啊。其实从退台的角度来讲的话，刚才方博退的比梁靖昆远。对，而且呢，这个球当时其实是方博一个这种被动相持，也是被动退台，因为他没有把住位置。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方博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了，这就属于把这个球给捞了回来。5-2，看打到5-2，刚才对方的自己也在那叹气看板啊，其实这个看板是个这个下意识的，就是感觉吧自己这个球啊失误了，对，但是呢其实是板的事，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对，你要是拿一个手机打球，你也觉得你得怨手机，就是这，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对，这个板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嗯，不是都是一样的吗？其实没有问题。你状态好的时候呢，你也是用的这个板儿；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呢，也是用的这个板儿。对，怪板儿没有用。是。不过这样转移一下也好。啊，对，起码这是相信自己的一种表现。对。现在变成了5-5。
看落点，变落点。好球，6-5。要再拉下去啊，这梁靖昆就得跳过这个广告牌了。就到这个运动员休息区来接这个球。而且很奇怪的是，当时的时候，这个球同样的也是这个梁靖昆的一个主动相持，你打着打着打成很被动的，上后面撩高球去了。嗯，你说你打相持的时候，这种球一定要硬，就不能软，不能退，顶住。对，得对，非常好，就是得顶住。你不顶住，你本身你个主动进攻机会到后面，你成给人家撩高球了。嗯，啊，撩高球。越推越远，越推越远，是吧？推过休息区，再跨过一道广告牌，对，就快到出口了。比分6-6。对，方波在这个5-2这个领先了之后，方波在5-2领先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感觉比较那个有点放松，稍微。哦，刚才方博这个示意，嗯，示意就是他发球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啊是碰到了对方的这个衣服上，嗯，碰到了对方的这个衣服上呢，这个球，嗯，应该是正常来说应该是直接判方博得分的，因为你发球的时候你不能是碰到的衣服上，嗯，但是，哎呀，毕竟咱这个方博也是大将嘛，得有大将之风，对，就裁判看不见呢，提醒一声，但是呢你。看不见提醒一声，但是呢这个球我可以不要，嗯，我不要之后呢我可以照样再赢你，嗯，千万不要受到这个，哎，对，这个事情影响，对，一分球，嗯，这两个人差距不是一分球的事情，嗯，所以说你看方博现在就有时候好受到影响，嗯，就是不要管这种事儿，嗯，你看现在梁靖昆8-6领先方博2分啊，对，还是要尽快的调整一下，我觉得现场观众特别懂球，对啊，刚才就及时的给方博加油一喊，那这还应该是喊的声音再大一点，再整齐一点，把这个方博这魂给他叫回来，别再纠缠这事儿了。而且其实这裁判嘛，他也看的不准确，嗯，这裁判嘛，他也没有仔细看这个球，他没看这个球吧，导致他也不敢判。对，就好像你不敢判了之后，他肯定这个受影响，运动员会受影响，运动员确实会受影响。哎。没事儿，这，哎，天空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对，其实这时候才是考验方博的时候。好球！这个时候，方博把这一局给扳回来，这让对手就彻底心服口服。因为这个球啊，蹭没蹭到衣服上，方博知道，然后发球的这个队员更知道。嗯。这样的话，如果赢了的话，就更加的是心服口服。对。对，这反手啊，反手还是要顶住啊，不能有点肉。刚才这个反手，就是犹豫了，还是有点。方博8-10落后2分，其实也无所谓，是吧？对，即使说谁还没有个马失前蹄，对，即使说就这一局不要了，方博还是有实力，很轻松战胜对方。对。这是因为乒乓球的东西不是说偶然性很大，你基于实力的基础上，他你实力不如你，你就是你不可能投机取巧失一分，就是有3-4个球都会这样。哎，这就好比这个原来的时候，这个乒联把21分变成11分，对，说又是换球，是啊，换来换去，最后这还是中国人在领衔这个乒坛，对，称霸乒坛啊。对，梁靖昆11-9拿下第二局，这样在前两局呢双方是战成1-1。这个局间休息我觉得对方博来说呢很重要啊，赶紧的调整一下。当然也可能方博早就没把这个当回事了，对，就想着这局干脆我就打下，好好从下局开始。对，可能从这个感觉对方从这河北过来也是不近，然后你要是半个小时不到接着就是这回家了也不是很好。其实确实实力在这情况咱们也不是说开玩笑过多啊，其实主要就是实力差距比较大，这我觉得这场比赛第一是5-2方博领先之后呢，首先有点放松，然后再加上到6-6就是左右的时候，这对方有一个发球的这个东西，就是搅了一下方博的这个心情也好，还是士气也好，所以说呢，后面打的
才有点比较难。对，而且对手呢也是趁那个球呢有的有点长事情，就好像这个谁在那个马路上白捡了钱，大家都会很开心，一个道理。嗯嗯。话说捡了钱不是你高兴什么？不是要交给警察叔叔吗？对呀、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打到这种切身利益，说有些人他会这个以公平而言，就是说会主动承认，就经常打这个平常也会有这种情况，经常会，我确实会承认，我这个球是我发衣服上了。对，有的人他也是为了这个球考虑，就是刚才方博指出来了，说警察叔叔那边捡钱了，警察叔叔没看见，你揣着吧。所以有的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因为它不是一个实力势均力敌的很均衡的这种比赛，对、啊，所以裁判也不会说是这个眼瞪得很大，对，是盯得非常是、啊。而且虽然咱们是主场打球，但是这个乒乓球这个运动这个裁判员他都是没有主客场一分，就是说你想偏向主队的话，其实也偏向不了。其实这个乒乓球运动这个裁判员是都是非常公平公正的，可以说，嗯，基本上吧。第三局现在一比一，方波这把又打飞了啊，一比二落后，还是和第一局似的那个冲劲儿打出来，嗯，这个冲劲儿打出来，对方抵挡不了，嗯，你像刚才那种球就变成了就好像有点女队员那个特征，对你，而且现在这几个球一看，啊、方波现在在这守，成了拼板数了，对。你现在不要守，方博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全面进攻，并且球速很快。嗯，所以说还是发挥出来这个优点。对，你看这个球，你拉了以后，对方连找都找不着球。对，要想办法斗发球，前三板，对，落点，是吧？第一板上手之后就很有力量了，已经就对于对手来说难度就非常大。你看这个球，其实对方已经摆短的时候已经搓高了，这时候你直接上台挑就可以。但是方博还是，你看这摆短更高。包括这球迷也是有一些比较懂球啊，在现场也说这个，先起板先上手。嗯，说的也是很正确。对。方博现在二比五落后三分，先下手为强。对，你这场这局球啊，对于方博来说必须得赢了。你不赢的话，你和他打到这个二比二，然后抢七去。你抢七，你这不成自己给自己这个找难度了。嗯，这局拿下来，然后后两局都把他拿下，就一定别让对手把这势头起来。你看，这有急，急了是吧？对。他可能有点气势，对方不承认，没有主动。按说是打球的时候哈，在这种比赛当中，是不是一般都会主动的？对，一般就是包括关键时候，我忘了哪一年平超了，有关键时候，陈启当时的时候都是主动承认对手是擦网或者擦边儿、啊，就是当时教练员甚至都很不解，说陈启你为什么要承认这个事儿？但陈启说，但是打乒乓球的好像都很讲究这个。对，陈启就说我这个球可以说不论输赢，但是我觉得赢一个球呢，意思就是也得要这光明正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乒乓球比赛里面老看到你有的时候擦边球了都要给对示意，是啊，都很讲究、这个。其实这个隔网运动是非常注重这个礼仪的，它没有对抗，其实隔网所有项目都是很注重礼仪，很注重这种东西的。嗯。这还是说啊，说明方博也是一个直性的。对，是吧？一认真啊，他就，真是有的时候生气。你这个东西，生气影响发挥。对，还是应该就是，肚子里边能把这事儿能转悠开。是啊。而且你这个东西吧，你不能就是说把它太当较真儿。嗯。这个该给自己争取权益呢，是一定要争取。但是，在这个赛场上，还是这个裁判的这个权力最大。就一切，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你提出申诉或者怎么着，但是你在比赛中呢，还是要听裁判员的。裁判员既然这么判了呢，就不需要再是有别的问题了。
而且刚才看到张扬继科也是非常生气，刚才也是，后来方博这是，当然方博这也是有点不成熟吧，这个把板子磕了一下这个球台，6-8，好，追的只差两分了，这个时候逼的霸州队叫了暂停。你这方博要是张锦科也想你要是这个不赢这都对不起老大哥真是的，而且张锦科很气得上原因也是在于你想你和这样小将打、哦、你能费这么多劲还打成刚才这个7-2落后这样的球、哦、即使说你这样打不管这个球不管什么原因吧，对，不管你应该调整好自己，这是个对，而且说不管赢输来说这个场面也不能打成这种情况，这场比赛对于方博的这个锻炼要远远比这个可能比方博要打一个高手啊，打许昕，对、啊、比方说要比打许昕，我觉得这一场的成长经验都要比那些强很多哦，这是打那些啊他没有心态上的调整、嗯、那只是我技术上的调整或者提高，嗯，但是打这个你看就是现在打了也就是第三局，但是我心态有多少种变化了已经是。打许昕的时候无非就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我要全力拼、嗯、最多有个变化就是我大分领先的时候我是保守还是进攻，嗯，就这两种变化，你现在是第一开始赢了很轻松放松，再到紧张，再到落后，再到要去拼，这有很多种心态上的变化，对，7-8，作为这个方博来说如果想成为一个这个真正就是说鲁能这个队中的一份就是这个强力得分点、嗯、就是说我不能说我打强手是我遇强不弱，遇弱呢、嗯、不强，就是说他遇强不弱是很好的、嗯、但是遇到这个遇到弱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很轻松战胜对手，不能让对手是给你拖泥带水，嗯嗯，还是需要慢慢成长、哦、对，就是这都得有这么个过程，就这一局现在这个比分就是一个坎儿，主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了、嗯、下一局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嗯，哎，又是反手这一板飞了，这时候一定不能退，一定不能软、嗯、一定就得硬顶上去，嗯，这时候绝对是硬，就是打心理，因为方博这个技术上有优势这是肯定有已经确定了的，嗯，关键是心态不要出现问题，不能急、啊、对，还是要争取抢先上手，好球好球，9-9，这个但是梁靖科这个反手拧了啊，用的比较多，哎对，因为这个让这个梁方博好像有点不大适应、他这个反手拧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拧了是旋转比较强、嗯、这个力量当然不是很足，因为现在这个男子运动员啊已经把这个反手拧了作为了一个这个主要接发球手段了，嗯，所以说也是比较正常，关键看方博这两个接发球，方博又急了，啊，现在好像有一对这有点争议、啊、这不还是让说还是对方博的考验、啊、这是好事儿、嗯、这场球因为说山东鲁能肯定会赢这个霸州这个球、嗯、其实方博输了也没有关系、嗯、但是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方博一种好事儿、嗯、更锻炼方博更促进他这个成长，嗯，方博这一场球只要赢了对手以后就彻底心服口服，对，哎，好球，球失误，10-9，他那个发球意思说如果要发网了他自己就失忆了，对，是吧，要么你就我回球你就不接了，对，但是你又接了就说明没发球，是没发网，对，说明对手也是很贼，没擦网嘛，人家接了就没擦网，但是裁判他在这说擦网了，好球，11-9，好的，这局赢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对方博这局比赛确实是
价值非凡啊。对，最后一直心里很压抑，赢了最后一个球一下爆发出来了，这口气一下子给通上去了，顶出来了，这就很好。最后一局比赛的话就赢起来就非常轻松。关键还是我们在回忆刚才这个球哈，这个梁景坤发完球之后他没示意是擦网，对，他没有示意擦网，并且方博给他回到球了，并且他还接了这个球，一直打到相持阶段了，并且最后的时候是这个方博胜了，结果这分是不算了。为啥呢？这是因为刚才看主裁的意思呢，当时说呢，这个才就是在这个梁靖昆发完球之后，当时第二裁判就举起手来了，示意这个球擦网，但是呢，方博都没有看到，所以说这球继续进行了，但是裁判员是一直是举起手来的。哦，一下让我想起来这个波黑世界杯上波黑对尼日利亚那场球。对。边裁早就看到了哲科的越位，就是一直没举旗儿，一直到球进了他才举旗儿。是。第四局的比赛啊，方博和梁靖昆现在比分是战成1-1，但是今天方博这个反手的失误啊还是不少，就是主动失误啊，可以说方博在这个下一步的时候还是要提高一下的这个稳定性准确率。2-2。球对手这是也是偷袭了一个长球，对，这球是擦网啊，所以这个方博也是主动的示意一下，这不叫擦网了，就是滚网，对，运气也是，这是一个死网，这个球是贴着网走的，跟对方即使有这个下意识想去接也是接不到的。方博要注意自己这个正手的这个大角度啊！我看有几个球了，啊，被对方偷袭到这个地方。4-4，比分现在是梁靖昆领先一个，方博追一个。所以还是尽快的要对把分抄出去，尽快的这个拉开差距，然后呢，嗯，让对手也不要有这些问题了。还是你这样的话，你一直就是这个比分比较焦灼的时候，对方就想着有这个机会。好，5-4。6-4，现在是方博发球，方博这两个发球非常关键，如果要是赢下来之后，这个比分直接拉开4分啊，对，这样的话对手基本上就是没有希望了。好球，好，7-4。刚才这是我一直在看见这个观众席上是顾若晨，就是女队的这个顾若晨也是来到了这个现场来观看这比赛。哦，因为她这个打法啊偏这个女子技术男性化，所以得跟谁学，还是得跟这个男子运动员学。哦，
顾若琛在这个当时主场那场比赛也是立了大功啊。对。9-5。就这样打的话，其实也是很正常一个比分，也是正常的这个实力体现。其实呢，这场球方博应该3-0就拿下了。嗯，关键还是10-5，那一局也是很出乎意料，也是各种情况都有。对，但是通过一局就输丢了一局就扳回来呢，也是很快速度。盘点。哎呦，这一把没拉上，因为对方拉着是一个擦网嘛，有点擦网，但方博这个球拉的也是非常好，对，都快蹲在地上拉了。对，这个球要是赢了，把对方得彻底打服了。嗯，10-6啊，领先4分。梁靖昆发球，11-6，这样方博是以3-1战胜了梁靖昆。赢下了第二盘比赛，帮助鲁能队呢将大比分改写为2-0。在你看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第二裁判还专门给方博再交流一下啊，说一下刚才那个球。但是这个比赛啊，对方博来说呢，确实是很有价值啊，对，帮助自己成长。好，稍后呢是双打的比赛，我们稍事休息。好，接到非常简单啊。
呢，让我们掌声来欢送以上我们几位朋友啊，同样也掌声送给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环节的吴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同样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要文明加油，文明观赛。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山东电视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男子团体第九轮，山东鲁能在主场对阵霸州海润队的比赛。接下来将会进入到第三盘双打的比赛。山东鲁能队出场的是方博郝帅。根据比赛，方博郝帅发球。而这个霸州海润队这对双打的组合呢，是翟超和陈静琪。对，程静琪。其实双打组合按实力来讲的话，这个方博和郝帅肯定是要压对方，不是一筹的事儿了，肯定不是，甚至都不仅是压对方一筹了。关键是现在的话，方博和郝帅在我印象中，他们这个搭档是也是比较少。所以说关键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两个人的这个配合的怎么样。
打得很漂亮，两人这个连续进攻也是一直压，非常压制住对方的这种过渡啊，包括攻势啊。对方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也是被压制的很厉害。嗯。由于今天这场比赛呢，确实对鲁能来说呢很轻松，场边的球迷呢也轻松，对，玩的挺高兴，有点嗨过头了。嗯，对，主要关键今天要看一下，就是还是方博和郝帅这个默契度如何，因为就是从这个综合实力来讲呢，还是让张继科打两场单打，也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这个优势和水平，所以说呢，这样的话让方博因为就是在没受伤之前，他也是一直打一个这个二号单打，还有打一个这个双打，效果也是挺不错的。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原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方博和张超配双打，要比现在和郝帅配双打难度要大很多，因为他和张超都是两个都是右手，他和郝帅这样搭配一左一右跑位啊，包括什么之类的，就配合都是非常的流畅。而且这个郝帅的这个实力要比这个张超更胜一筹。对，现在比分呢是6-3。这个挑回来球这么高劲，对方也打不上啊，7-3。好球，这个球接的是非常漂亮。这是第一局啊。对，还是在领先了以后呢，这个鲁能队队员有一些放松，因为刚才7-3领先吧，这个比分也是比较大，这个放松啊，适当的稍微放松一下其实是有好处，因为为什么呢，你手太紧的时候经常会失误，稍微放松一点呢也是挺好，但是不能过于的这个放松，过于放松让身子各方面都散，这样的话你等对方一旦把比分逼近，你再想紧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困难。好球，8-5。按说发球一方啊不占优势，对，所以这个翟超和程景琦呢也是不能很好的把握住机会，回球的质量一般。对，其实他刚才这个球呢也是判断好了，刚才是拉了一个这个半出台，就是但是拉过去球的这个质量还是比较低。这个时候从他们身上也没有看到那个去拼啊那种劲，对，确实。他说你发个球来之后，应该就是能有机会起跑，我就坚决起。对，能主动进攻的话，就尽量去主动进攻，绝对不会打得这么被动。对，11-5，方博郝帅赢下了双打的第一局。这局比赛呢，中间啊，其实有一个小过程啊，好像这个方博和郝帅调整得不错啊，
对，其实因为当时是在领先四分的情况下被对方领先啊，变成七比五，对，变成七比五，然后后来的话十一比五拿下。对，其实我当时我往这个鲁能的这个教练席上看啊，嗯，我看看郭克利是不是有叫暂停这种想法吧。我看了一下之后呢，感觉他还是很稳定。对，我一想啊，第一局比赛可能确实这个时候他也不大会再叫这个暂停。其实这个叫暂停都是一个很次要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咱们包括打到奥运会包什么之类的，一旦是中国队和中国队同就是国家队的就是队内之间的较量，是都是没有运动员，就是都没有教练员的，嗯，也就是说没有教练员给你做指点，最多是你自己叫暂停或者停一下想一下，更多话都是自己停一下想一下，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教练员给你叫暂停只是一方面，其实更多的你如果想成为这种世界冠军顶级的，还是需要靠自己，包括你看这种国外运动员经常去这个打比赛，因为他们或许是经费不够或者是各种原因，就有很多情况下这个教练员他都是不去，就光让这个运动员去，所以说运动员给自己成了就是又当教练又当运动员，其实这个优秀运动员也是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就我们看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中国的那两个队员，比方说张继科和马龙打比赛的时候，两边是都没有这个教练员坐着的，嗯，他还是两个人都是要靠这种自我的调节还有自我的准备，嗯，这个球是拉不起来了，已经掉到地上。好球，3-0。就是明显感觉到对手这个实力上还是差了一个档次，总体来说的话，即使就是首先你差了这些东西呢，你可以用拼劲儿去弥补，但是对方呢今天不管是从精神面貌还是从这个球上来说呢，也没有就是说没有去拼，就包括第二场和这个方博打的这个这个梁靖昆呢也是通过了一些也是就是通过，因为这个方博没有及时调整好赢了一局，但是后来的时候也是方博及时调整好之后，也是看着对手，也是明显就是败下阵来。对，4-0。啊，这时候霸州队又叫了暂停，还是感觉这个霸州海润队俱乐部这个队员是年轻啊，年轻的话，但是同样的年轻运动员，像这个81队的这些队员。就不说他和鲁能打的时候胜败，就看单看精神面貌来说就差了很多。你看鲁能就是81队的，就感觉这个精神头个个就是很好，并且呢就是说都有一股想往前冲想赢球的劲儿，像战士一样。对，而且不管赢输都是绝对不放弃不落后的。但是看了看这个霸州队的来说的话，他们的这个还是差了很多，也是希望他们今后啊练球啊，不光要练这个技术，更重要的是要磨练心理。这个打乒乓球，其实你上场打乒乓球，就和这个士兵啊上战场一样，对，你得有这种觉悟，对对，才能这个赢得胜利。不能说是你这上来就想着这是一种这个竞技体育什么或者玩，就是这就是上战场。这因为这乒乓球也没有平局，不是我你赢就是我输。而且其实留给你调整的机会并不多，是吧？它也不像是一场比赛，可能时间很长，是吧？对，每一局就是11分，所以每一个球都得抠得很细。是啊。第三局，郝帅和方博一上来还是1-0领先。2-0。
这个今天球馆里头啊，当这个队员打球的时候呢，确实很安静。对，啊，这个也可以说这也是这个观众朋友的，就是这个现场观众的这个素质上的提高，也是懂球啊，所以也明白这些问题。这个时候领先这么大比分，这个好帅方吧，可以他们有这个什么二套方案、三套方案都可以拿出来，接着就是好好练练。8-1，就很真的已经就是很轻松了。对，可以多通过这个比赛练练自己，就是在这种大比分情况领先的时候，也不能胡打，就是练一些自己这种平时感觉还不是很稳的战术，还有这种技术，通过比赛中来练。8-3，翟超和程静琪呢又追回来两分。现在是郝帅来发球，对，郝帅，好，9-3。哦，这个球是擦边了。这个球擦边的时候呢，但是鲁能对这个郝帅就非常的做得很好，就是郝帅呢主动指，当时是裁判员也没有看见，当时裁判员已经是把比分翻成9-3了，但是郝帅主动指了一下这个台子这儿，8-4，就然后示意说这个球确实是擦边了，然后裁判员接着把比分给改回来。其实这个样就对了，咱们就是说要赢也是光明正大的赢，不差一分。对，9-4。这叫什么呢？不能胜之不武。对啊，以德服人。是啊。10-4。哦，这又是一个又是擦边。擦边吗？9-5。对，刚才这个球也确实是一个擦边。又是擦边啊。对。9-5，9-5。9-5，这。正好两个擦边都让郝帅给赶上了，因为他帅啊。对，就是一般的球现在就是不能轻易的打了，已经。哎呦，9-6了啊，只差三分了。对，这时候郭鹤立也是叫暂停，主动叫了一个暂停，叫着暂停呢，还是我个人认为啊。不是怕这个郝帅受影响，还是害怕这个方博受到一定影响，就还是害怕，因为刚才那两个球，要不是那两个球擦边，这球早结束了。对，还是就是那里，对方运气也是今天不错，两个擦边之后呢，还是害怕方博受到一定影响，更何况这个比分也是，这样一弄吧，也让对方一下连追上三分，虽然两分是运气，也，哎，喝口水，喘口气儿啊，回来一鼓作气再拿两分，就 over 了。对，我们看这个，连张继科连这个球鞋都已经换下来了啊，所以说都是压根也是没，根本就没有准备再继续上场比赛了。看张继科穿的这个拖鞋上是一个这个巴西队的这个图案。说明他今年可能支持这个巴西队夺冠。也不一定是支持巴西队，他可能觉得漂亮，是吧？巴西的世界杯嘛。对。9-6啊。好球。10-6。赛点。赛点。现在是9:21。这个球打的是比较快的。对。11-6，方博郝帅又赢下第二局，这样的话以2-0战胜了翟超、程静琪，赢下了双打，从而使得鲁能男队以3-0的总比分战胜了霸州海润队。让我们向山东鲁能队表示祝贺。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